理解一下女粉丝，为啥？我怎么了吗？嗯哼哼，怎么感觉？怎么又换标题了？不是早播早修炼吗？明世隐家娜可露露，这谁打得过？我洗了头，只是我睡了后又变成这样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了。再说了，这个情况也没时间出去剪个头啊。那只那不大家不都这样吗？是不是？感觉这个假期过完后，有多少男生这个头发也挺长的。这个人一首《如梦令》，你肯你肯你。好，谢谢酷爱大仙，谢谢你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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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的玄策是真的，怎么这么就抠脚起来了呢？我昨天打个玄策，打的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。兄弟们，你让我修炼一下。为什么要修炼一下呢？因为现在感觉没什么绝活英雄啊，就每个英雄都差不多练了个 A 等级，我得练一个 S 等级的英雄出来啊，懂我意思吧？那 S 等级的操作该怎么修炼呢？就是你要玩一个，就是玩一个英雄玩到吐，你就 OK 了，懂我意思吧？有些人觉得自己到瓶颈的时候怎么办呢？那就锤一个英雄，把一个英雄玩好就 OK 了。这波是打不了的呀，打不了的呀，人家都四级了，我们怎么打？哥哥，你不要真冲过来吧，哎，都塔下了还冲，你们给点面子。哎，我这个手是怎么回事呀？要帮忙蹲一下了呀。那可露露又在下路。中了。为什么高不到？哎呀，这高到了，我这个技能丢的，我真的心里烦，我这高不到人呐，真的是太弱了呀。没了呀，这一把。
这到底怎么打？他跟着我一起蹲的人，他怎么没有跟过来呢？哦，也不复活了，没得玩，没得玩。几局了呀？嗯，嗯，嗯，这是人玩的局吗？我觉得可以投了。第一把的打的就让人我看不懂了，太难了，兄弟。结果又莫名其妙好起来了，太逗了吧！
我笑了，居然这样要赢了，你敢信？真的是买后羿吧，这也太变态了吧，就这样后羿带这个名士，带这个太乙真人刷钱刷起来了， 我笑了。那前期都炸成这样了居然能赢，一起打后羿吧。在 练什么打野呢？都给后羿当工具人好了。哎，居然这样赢了，我笑了。这你看得懂？你相信这种什么1-16的开局这样翻盘了？就因为后羿开了两弓，然后扫了一波，把别人都扫崩了，开了一箭，开了那个纳可露露了，对面就直接炸裂了。谢谢暴走天才仙仙 W， 谢谢你的火锅，谢谢玄的小星星。玩吉吉国王还用受这气？谢谢长发芬芳张坦克。对面没空，前排都没，看看对面是没啥。这是我昨天打到中午12点的，就疯狂练打野，一顿杀，结果到巅峰赛就不顶用了呀。昨天又熬，但是昨天就睡了5个小时，晚上打。为什么昨天很兴奋呢？昨天晚上打的还是挺兴奋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昨天一直打到凌晨中午，我感觉我打野悟到了，一顿屠杀。但是一到了晚上，哎，我又被别人按在地上锤了。哎，你说这个事气不气？每次你这个关了播后，感觉自己好像挺起飞的嘛，要翱翔了呀，是不是领悟到版本的真谛了？我也行了。然后一晚上一开播又炸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你昨天月，我昨天晚上睡不着嘛，好像。是前天晚上吧，也忘记是哪天晚上了，就是睡不着，睡不着就4点钟开始打，打到8点钟，输输赢赢的。后来打到8点钟后，哎，发现哎，应该这样玩才是对的，哈，一手8点钟直接打到12点钟，没输一把，感觉自己好像觉醒了。李白有什么好抢的？
钟馗废了吗？钩子施法距离变短了吗？抢打野这么狠，谢小谷的高能预警，谢谢，感谢小谷，谢六芒星人。没有钩子的玄策突然出现，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钩子就是那么歪呀。吉吉国王什么梗？你看过《熊出没》没？里面的猴子叫吉吉国王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平台就突然出现了很多吉吉国王的拥护者。是《熊出没》吧？《熊出没》里面的那个猴子叫吉吉国王吧？我是不是记错了呀？是什么动漫里面的？啊？哎，你们能不能别一天到晚吉吉国王？你给我科普一下出处啊！我也被你们带着的，是《熊出没》里的吧？但百度百科上面说是巨人的，我也是醉了。对的，光头强。然后就好多人就直接不叫猴子叫猴子了，就直接叫他吉吉国王了，就很。突然就很魔性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魔性起来了，就把猴子就当吉吉国王来叫了。然后很多人就感觉一股叉着腰，哼，玩吉吉国王还用受这气？就整个平台就弥漫着一股吉吉国王的无敌感觉。完了，不是吧？打个红勾，红都勾不到。勾都勾不到，还玩玄策？哎，我应该去痛揍吉吉国王的呀。那猴子没用的呀，太弱了，我应该反他野的。我怎么自己刷起来了呀？我真的是弱，这不去痛揍他吗？下路应该闪现交了，我们把这个野怪刷了后再去搞下路一波，好吧？下路拿了一血吧，拿了一血肯定对面东西交了。你看这就很不细节，是吧？一手被摔，摔成这个鬼样。气不气？一手被摔，没把别人摔回来，相反摔到别人塔下去了。哎，来呀来呀，哥哥！这个辅助，哎，好歹你五十颗星了呀，有四级，他为什么要怕这个猴子啊？完了，逛街，逛。
就硬挂。辅助别逛了，我蓝没了。嗯哼。哇，吐了。怎么都不露头啊？别打别打，我要死了，哥哥，还打啊？真是被乱杀，怎么玩呢？你可真行，这些反应都真的挺快的呀，这人。嗯，拿鸟去。我一个人不敢打呀，让我下来，谢谢。太难了。
我的备战有问题，我等下出去改一下。嗯，不交闪现杀他吧。嗯，这个花木兰不是送吗？拿蓝吧，猴子要下路。嗯，猴子不在。完了，我怕被吃了一剑呢。哎，这么高的，啊！先把兵线刷了吧。倒了好多啊，我想拿主宰了，但我感觉草里面又有人蹲着在。点投降干嘛呀？这些你毒了。你不玩可以，就是直接站在家里挂机，哪那么多事呢？还表达一种情绪，就不想要心就头铁一点，直接站在家里挂机，是吧？他这种表达方式又怂又不厉害。
哇，老弟，你这也太顶了吧！这死的又是我，棒棒。是不是勾到了细节？应该是多大两次，我感觉不大两次这个扛不住伤害呀。那点我的我好痛啊。嗯。老弟，谢谢小仙友，谢谢你的魔法书，感谢老骚的弟弟，谢谢你的火锅，打工就完事儿了。早玩吉吉国王受这个气，对面的吉吉国王不是受气了吗？好，谢谢张大仙的卖冰啊，张大仙卖冰心，谢谢你。侯乱懂，侯乱懂，侯乱懂。风停雨停，我行懂。